再来看到走过二十年的蓝洋戏剧团，6月23号将在罗东文化工厂举办瓜棚下落地扫，大伙一起来尬瓜戏的比赛，让喜欢歌仔曲调的宜兰县民上台小试身手。南洋戏剧团走过二十年的岁月，为传统歌仔戏拓展新的生命力。为了让戏曲人更为枝繁叶茂，为宜兰戏曲注入活泉，将在6月23号举办一场专为素人量身定做的戏曲赛事——瓜棚下落地扫，大伙修就尬歌仔的比赛，让倾心于歌仔曲调的宜兰县民上台小试身手。咱歌戏伫100多年前吼，伫咱的宜山吼。大手工下骹也慢慢啊形成吼，啊，较早的人就是落地扫，就是讲吼，你厝里有三回吼，啊，就把遐道具拢摕来搬来用，比如讲囡仔爱巾，吼，啊是讲吼，被单，吼，啊摕来做衫凹凹的吼，啊有衫就穿衫，啊真简单安尼吼，甚至其实伊就是穿衫伊就落去演安尼吼，那迄阵仔社会是查甫人吼，演查甫人吼，所以真趣味吼。在记者会上，西南西北歌仔戏研习班代表罗东北辰歌仔戏研习班以及圆山街头份妈妈班亲自来一场精彩的对尬戏，示范业余人士的传统热血，以最纯真自然的演出模式回归到最初的落地扫。写的在练习歌仔戏哈，咱宜兰县即卖目主席哈，啊真侪社区的妈妈班，啊有咱职业团哈，啊有咱公立咱戏剧团的这个积极带领之下哈，我想我们的歌仔戏风气非常的旺盛哈。那我们6月23号即将在罗东文化工厂举办一个友谊赛，县内的友谊赛是为着咱秋天哈，县内友谊赛为着咱秋天，咱即将举办一个全国尬瓜哈。全国要来比赛哈，所以这届友谊赛最重要，绝对袂使乡亲袂使错过哈。比赛分为个人组及双人组，个人组限15组，每组表演5分钟，而双人组则是10组，表演以10分钟为限，仅限县内的业余表演者。评分的标准包括了身段、腔调以及创意，欢迎热爱歌仔的乡亲们踊跃来报名。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